兄弟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该成家了吧？嗯，可不嘛。我做梦都结好一回婚。哥知道，哥知道，哥知道，知道。今天哥叫你来干嘛吗？您不请我吃饭吗？错！我告诉你，有好事儿。哦，这月工资又不发了。别开玩笑啊！我不跟你开玩笑。这件好事对你来讲，那是一生当中是最大的喜事儿。哥，您有嘛事儿您快说吧。您这样说话我听着闹腾。您到底有嘛事儿啊？咱们公司哈现在运作的不错，是吧？嗯。哎，咱们的房子卖的嗖也很快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关键看您的英明领导吗？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这么说。那里边有你辛勤的劳动在里边。我这劳嘛动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。关键还是看您，您是明阴阳、懂八卦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者。行，我不是诸葛亮啊。直接跟你说吧，咱们楼盘还剩下两套样板间，我呀，给你留了一套。哥，您说这事儿是真的吗？那不是真的呢，给你留一套，就是专用给你跟夏丽结婚的，啊，90平米，两室一厅，够用的吗？够用的，哥，太够用了，我谢谢哥，谢谢黄总，我喝，嗯。接个电话。嗯。喂，夏丽啊。你明天记着去健身房给我修那水管子去。我忘不了。杨哥，有约会。哎，嘛约会哥？嘛约会不如您给房子重要。夏丽，女朋友。不过哥，今儿您说这事儿，我觉得太突然了。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有什么准备呀？我都不知，我钥匙就在包里呢。哎，可是现在不能给你。您要多少钱？怎么了？不是一提钱，我不就哪儿看吗？哥送你一套房子。要什么钱呢？嘛事有钱嘛事给呗。哎，不过我得要一样东西，要你跟夏丽的结婚证。你要那玩意儿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房子是你跟夏丽结婚用的，你要是拿了房子不结婚，那可不行啊。我限你在一周之内跟夏丽把结婚证领了。我见了结婚证就把这钥匙给你。Thank you.
七，怎么回事？谁把音乐关了？谁把音乐关了？是我管的，夏丽。我找你有急事儿。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讨厌。我主要给你修自来水管子来了，关键这事儿他不能耽误，不是？高坤，哎，你先带他们练着。好嘞，起来，大家。啊，去我办公室。一、二、三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事儿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，说实话也是我没想到的事儿。看来还是好事儿啊。当然是好事儿了，对于你来讲绝对是好事儿，对于我来讲吧，也就是凑合事儿吧。你别卖关子了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说这事儿时，你给我站住了！你别听完你再晕过去。废什么话呀！我为了将咱俩的爱情进行到底，经过我思想激烈的斗争，最后我做出了决定。我同意跟你登记结婚了。咱一会儿就办手续去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当你说什么事儿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好事儿。哎，这还不是好事儿？对于你来说是好事儿，对于我来说才是凑合事儿呢。啊，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你想登记就登记，征求我同意了吗？拿我当什么人？这不跟您正商量了吗？那行，让我先考虑几天吧。几天？那可不行。三天之内必须把这结婚证得办了。那我总得跟家里商量商量吧，这是结婚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说了，晚几个月不是一样的吗？那当然不一样了。我呀，跟你实话实说了。黄总啊，给了我一套房子。哎，条件是嘛呢？五天之内啊，把结婚证给他拿来。当时我就说了，我说黄总，哪用了五天？三天之内我把结婚证给您拿过来。如果我三天之内拿不来结婚证，黄总给不了我钥匙，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？闹了半天，你这么着急跟我结婚，就是为了这房子？那是啊。房子对于咱俩结婚那是第一主要的。清楚，彻底清楚了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走吧，咱办结婚证去。跟房子结婚去吧。哎，我可给你机会了啊，你别后悔，知道吗？你要这样的话，可过嘴村没嘴店了，你知道吗？爱有没有，我不后悔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找别人了啊！去找啊你！爱找谁找谁去！来来来，大家跟我坐。来来来来，准备开始。喂，黄总，我这正跟他说着呢，好嘛，我跟他一说要结婚，高兴他直蹦。对，您听听这还蹦着呢。没问题，咱不说好了吗？三天，我准把结婚证给您。行，您放心。哎，拜拜。哪儿坏了？女厕所。
有人吗？没人。同志，您这是结婚登记处啊？没错，您有什么事儿？我想办个结婚证。哦。那个，来来来来，那个，给您汤。您看看这儿。谢绝净眼净汤。对不起啊。您爱人呢？他没来。没来您办的什么证啊？不是那个，这不我来了吗？您一个人来不行啊，这结婚是男女双方自愿的事儿，得两个人来才行呢。他不是不同意吗？那就更不行了，人家女同志不同意，你一个人办嘛证啊？我跟您说啊，我有急事儿，知道吗？实在不行您给我办个假的。假的？你当我们这儿干嘛的？你是不是成心捣乱呢？我打110了。别，您别打，我对不起啊，我走还不行？对，对不起。什么人呢？这是有病。师傅，您好。哎，您好。好。来，请坐。坐。您也坐。哎，坐。是来找对象的吧？准确的说，是来领办结婚证的。对，都一样啊。不着急啊。这样，你呢，先填两个表啊，看看，然后。咱们简单的先聊聊。哎啊，在哪儿工作啊？在红叶房地产公司。啊，具体的做什么？就是总经理。哦，不在，我做主。副总经理待遇。好。老师傅。您这还有别的资料吗？啊，有啊，那个桌上都是，你自己看好吧。啊，副总经理啊，今年多大了？30多岁。家里有房子吗？有啊，就是90多平米，2室2厅3卫。哦，好找，条件不错啊。钻石王老五，那说的就是我啊。哎，那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我没嘛条件，是女的就行。是女的就行啊，就是这个，是女的能跟我登记结婚，3天之内能把证领了就行。3天就办证？哎呦，这小伙子，像你这个情况，我干了这么多年婚介了，可头一次听说。哎，是我听错了还是你神经了？不是这个呀，我也没神经，你也没听错。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这个我找这女的跟我登记结婚呢，就是我们单位分了一套房，我把房子拿到手，我们俩1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离婚了。胡闹，开玩笑呢？啊，你就把婚姻当成儿戏了？你还是拿我开心来了？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就你这种思想，这辈子都甭打算找到媳妇儿。师傅，您是误会了。我没误会。您是不理解我啊？我理解不了。我理解呀。
这婚姻啊，本来就是很实际的事儿嘛，没钱没房子，结什么婚呢？说心里话，我这心里啊，一直苦苦追求寻觅的，就是大哥这样的人。你们俩，来来来。出去，那我走。哎，甭跟他解释，出去就出去。大哥，走，咱俩外边聊聊。什么人呢？这是。你真同意跟我办结婚证去？同意，我当然同意了。来来，上车走。哎，急什么呀？咱俩还什么没谈呢？还谈嘛？哎，钱呢？嘛钱？哎，我帮你假结婚，怎么你也得给我点钱吧？你打算要多少钱？嚯，瞧把你吓的！算了，这钱我就不要了。哎，就你那房子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怎么样？嘛玩房子？啊？一人一半？没错。您是哪个单位的？你想的倒美呀你！你怎么着嘛？我呀，送给你半句话，您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哎，不行，还副经理呢？那副经理有骑这破自行车的，真是整个一个骗子。喂，喂，这我问一下，您是办事的吗？没错，你要办什么呢？我不办事，我就想咨询一下。不办算了。喂喂，脾气还挺大的。喂，对，您是办事的吗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办不办证？我。喂，我想办一个那个结婚证。捣乱是吗？给你媳妇去办吧。哎呀，我要跟我媳妇能办，我还找您干嘛呢？这么说你真想办？我骗您啊，我真想办呐。这可是违法的，你怕不怕？我知道犯法，我能不怕吗？我好吧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办证的，我先帮你问一问，你搁电话，十分钟以后我给你打过去，好吧？夏丽，啊，妈，回来了，干什么去？我出去一趟。啊，哎，夏丽，是不是那个阳光又惹你生气了？没有。我真纳闷儿，你为什么非跟他呀？比他强的人多的是呢。你老姨给你介绍那个研究生，你看。哎呀妈，你有完没完？喂喂，我这等你这么半天了，你到底能办不能办？你给个准话啊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问开我了？哦，黄总啊，呵，那嘛，我这不跟您开玩笑吗？我就知道您得说这句。别开玩笑了，您事办得怎么样了？都两天了啊。没问题，黄总，我这正办着呢，我现在啊正往办证那儿走着呢。抓紧办，否则房子给别人了。哎呀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能不抓紧办吗？我跟您说，您就等着给房子吧。啊，黄总，就这么着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喂，我说你换真够忙的，手机总是占着线。
你快得了吧，你快，我这等你半天了，你说句准话，你到底能办不能办吧？行，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就是这价钱吧。哎呀，价钱不是问题，我好商量，我现在我等着急着办证呢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了？行，你有车吗？我有车呀。那你到海河桥吧，我在那儿等你。海河桥？哪个海河桥？哦，就这井冈桥啊。行，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到。喂，你长得嘛样？喂，你长什么东西？这都是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就三天两头的让你生气。这要是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还不把你欺负死啊？谁说一定要和他结婚了？不结婚，你搞什么对象啊？搞对象就一定要结婚？瞧你这孩子说的。妈，我们和你们不一样，两个人感觉好就先在一块好着，到了结婚那一步呢就结婚，要是没到那一步啊，谁说都不成。喂，我现在到井冈桥下了，我就在井冈桥下面，慢慢继续往前走，还有一个小桥往前走。好，喂，又撂了。下完台阶往前走，走不了了，前面没有路，往左，往右拐，右拐，再走30米。别回头，慢慢往前走30米，走不了了，再走一步我都掉河里了，知道吗？哦，错了啊，走错了，你早说呀你！啊，还往前走，走不了了，走汽车就把我压死了。啊，喂，行，哎，我走啊，哎。我到了。你是穿黑背心和黄裤子的那位吗？我是啊。不是，你到底你是人呢、啊、你是鬼啊？你我怎么老听见你声音，我看不见你，这你吓唬我是不是？你到底你在哪儿了？你别管我在哪儿，听我指挥，车掉头开，看见旁边的胡同了吗？一直往里走，别挂手机。喂，啊，再走死胡同了。我走到头了，往左拐，这是上楼啊？不上楼，往左边下楼，这是哪儿？都管这地方叫黑窝。打手机的是你吗？
是我打的电话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好好，哎，坐下谈，坐下谈，坐下谈，哎，好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，你管我是干嘛？你能不能办证吧？哎，那可不行。假如你要是记者，或者是本意，那就……你看我像吗？不像。那我像？都像个贼。贼。你呀，你别捣乱。我就问你，你到底能不能办证啊？办证吧，倒是能办，可是今天不行。今天不行，那哪天行啊？这么吧，你呀，把钱先交到我的地方，过两天来取，怎么样？过两天不行，我等不了，我就得明天要。过两天你给我证，你给我都没用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明天急用的话，那么你得多交钱。多交钱没关系，我总共交多少钱？你交2000。慢慢，我做个证就2000块钱，我真结婚我都用不了2000块钱，你这不蒙人吗？你谁在蒙你呢？你办假证不是也在蒙你吗？其实啊，谁也别说谁。谁跟谁一样？咱们俩不一样。我就做这一回假证，你是天天做假证，你知道吗？就1500，行不行吧？好，1500，好，就1500，走。大哥，哎，你先坐下啊，坐下啊。先把你结婚照拿来，明天取证怎么样？我没有结婚照，我这只有照片。我要是有结婚照的话，我自己就办证去了。你看这照片，麻烦你拿电脑给合一下。嗯，这个女儿挺漂亮的，哈、嗯。如果你要娶她，嘿，你可真有福气啊。可是从这看，八成人家还看不上你呢。谁说他看不上我？是我看不上他。嘿，那你办个破证还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不办证吗？你哪那么多事儿啊？好好好，那好办，你交钱，交嘛钱？大哥，你这不是结婚照，得电脑合成，我不会啊，我得找朋友帮忙啊。这样吧，你啊，就给我这2000块吧。如果没有这2000块，那不行，那这证呢就不办了，那我们把饭都办了。我就得给你2000块。行，2000就2000，2000块钱换套房子，值了。行啊，兄弟，有一套。既然结婚证已经办完了，房子钥匙我就给你，谢谢黄总。喂，哦，黄总啊，
哎呀，黄总，那个我不说好几遍，您就把那个钥匙准备好了吧，明天咱就拿证了。行，兄弟，有一套，那我先恭喜你了。什么话，哥哥，咱是同喜同喜呀。没想到这招还真灵。3月13日至16日，举办首届农家具精品展览会。作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，拥有家具企业1200多家，基础。告诉您个好消息。那好消息？以后啊，您就不用住在这老房子里了，我就住马路上了。那像话吗？您说，您那就住新房子里了。新房？怎么回事？我们黄总啊，给了我一套房子，特意给我留的。他为嘛给你房子呢？因为啊，我要结婚。要结婚？跟谁？夏丽呀。那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？甭说您不知道啊，连夏丽都不知道啊。这叫生米，我愣把它煮成熟饭。宝贝儿，咱可不能犯错误啊。嘛叫犯错？您呢，就等着住新房吧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呢，本市广东路派出所的民警根据知情人的举报，一举将本市一个制造贩卖假证的犯罪嫌疑人贾某捉获。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之中。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夏丽在吗？您是？我是她表哥。哦，那您这边请。这事儿叫你给办砸了，事到这份上，谁都不好办。您是咱公司的老人了，岁数最大，点子又多，您要说这事儿办不了，那我死定了。办法不是没有，就怕你不做。能闯过这一关去，我干嘛我不做呀？那我问你，你是要房子、要媳妇儿，还是要平安？这三样我都要。这里有人找您。哎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我找一下夏丽。好，来。表哥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？没事儿，不能过来看看你啊？走到办公室去。这三样你只能要一样，争取一样，扔一样。那我扔哪样呢？扔房子。黄总，您给我套房子，我费什么扔？扔，听您的扔。你跟夏丽的关系争取重归于好，那是当然的。那就要平安。夏丽啊，我找你还真有点事儿。我又没犯法，你这大警察找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光顾赚钱了。昨天晚上电视看了吗？看电视？什么节目？我们又破了个案子。我这天天的白天晚上都有课，哪有时间看电视啊？这案子跟你有关。不是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胆小。谁吓唬你啊？你自个儿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们昨天在办案现场发现的。对了，你边上那男的你认识吗？
认识。认识？他是我一朋友。你还认识？还是你朋友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工作？不，住哪儿？你干嘛？你们要逮他呀？可就是您要这拼案，不太好办。这三样我要一样都不行。要拼案？嗯。那只有一条路。哪一条？到派出所坦白认错。倒不是逮他，不过我得问问，他办这假结婚证能有什么用啊？嗨，他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吃不着馋的。有这么馋的吗？他这不是拿你开心的吗？那倒也不是，不过他这么做也是够缺德的。要不要表哥找他好好谈谈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就能摆平他。你对他还真别太厉害了。说实话吧，如果没有他给我们领队啊，这案子我们还真破不了这么快。这么说他还立功了？对，谁说他立功了？哎，不过呀，过两天我们真得把他带到所里去，好好教育教育。你甭管这事儿大小，这都是违法。行，我先教育他，等我教育完了再把他领到你们派出所，你们再教育。反正啊，咱们不能饶了他。对，绝不饶这小子。这是稀客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坐。坐吧，夏丽姐，您坐着，我给您倒水去。怎么样？这结婚证办下来了，得谢谢您啊。谢嘛？其实啊，我就想用这种方法让你们早点结婚。老大不小的了，别耗着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啊？是啊，您也是一片好心。可是，您看看，阳光这办的叫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哎，阳光，嗯，怎么样？去派出所了吗？我去了，去了就好，去了就好啊！我没敢进去，这不废话？不是那地儿，我害怕呀。坐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害怕？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，大丈夫做事要敢做敢当。我那个，喂，哎。阳光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怎么没影了？我在公司呢。我看今儿这事儿有点悬，因为嘛，人办证的地儿人没开门。你小子说瞎话！咱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？您还不了解我？人那是政府机关，按时上下班。今儿星期几啊？你赶紧把电话关了，回公司吧啊！哎，您别聊，您别聊。我跟您讲，我一定给您坦白交代，还不行吗？坦白好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呢。不，这个事儿啊，我跟您说，他不能全赖我一人。不赖你，赖谁啊？赖夏丽啊？啊？也不能光赖夏丽，因为他也是二十多了。你想想，他非常想要结婚，他这种迫切的心情啊，咱是可以。他在这儿呢。人夏丽给我送结婚证来了。结婚证？这结婚证怎么你能办来呢？当然了，你办不成的事儿我还办不成啊。
那不对呀、啊，那结婚证一个人，人家那不给起。那你一个人怎么去办呢？也对，黄总，夏丽就是这点耐人，通情达理。甭管我们俩是谁，反正是结婚证办来了，您看着办吧。袁光啊，现在有个问题啊。嘛问题？原来说是你把结婚证拿来，我把钥匙给你。没错。现在是夏丽把结婚证拿来了，我把钥匙给谁啊？咱别来这套，黄总，我们是两口子，甭管谁拿来的，您都得给钥匙。两口子，对，还有个问题。还有嘛问题？这结婚证没有你呀、啊。黄总，咱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。这证上怎么能没有我呢？你看看，我看嘛，夏丽旁边那个。就应该是我，你看看，那肯定是我呀。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8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低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搁谁谁都上火。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准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发财了您乐，您乐。赔了钱别难过，难过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。我的快乐生活，快乐生活。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。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8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低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搁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准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有钱了咱乐，咱乐。没了钱咱也乐，也乐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，我的快乐生活。嘛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。